久没有感受到国外的阳光，好感动。I can't wash hair by myself. 但是要跳舞，这个只会在小型圈的看得到哦。Hello， 女明星。嗨，今天是4月20号，现在时间是早上7:22。我们终于出国飞机了，我好开心啊！而且这次的行程是大部分感觉都在玩，去到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真的好爽。我们来拍那个里约频道的那里有什么心愿，所以里面的很多行程都是我人生梦想清单，我就很兴奋。看看女明星一到机场就要赶快逛免税买东西。我以前都没有在逛。女明星买东西快很准，因为我已经早就做很广告了。没有，他只是钱太多。我相信看过影片的你们是不是也都是这样？我们资讯栏都给满满的资讯，你不用到柜上问多少钱，我们都已经给好了。哇，3,600在现在。哎，哎，有各自问题耶。他自己给我按的，我怎么知道？老板，你抵达澳洲了。我还没看到外面，还没有感受到国外的感觉。到饭店了。我们今天住的呢是两个卧房连在一起的，一进来右手边就是卫浴，干湿分离，好了，就是该有的都有，噔噔。然后进来这里就是房间，这个大小差不多是这样，有一个办公桌太好了，大家可以在这里用电脑。然后这很厉害耶，这看起来好好吃，我想马上打开吃。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，给很多耶，这是软糖，你看还有 Vodka， 还有 G。冰箱，噔噔，哇，超多，好爽哦！这样子的还要出门买东西吗？好像不用哎。然后呢，我们是两间房一起，所以我跟我的经纪人呢，就是这边换他的房间，长得其实跟我那间差不多一样，就是门口进来，然后一个双人床，比我的那边稍微小一点点，也是差不多，而且都有浴袍。爽，开箱完马上吃。这里面有什么？我刚没打开。这是咖啡球，没有，就杯子什么的而已。有红酒杯，有红酒杯，有红酒杯。对面就直接是澳洲著名的 Meyer。天哪，这个巧克力看起来好好吃哦！怎么长这样子啊？天哪！哎。生日快乐！赞助你旅游基金。为什么他要送一种？因为我本来要送电脑，他男朋友抢先送了电脑，然后被他退回去。然后我还很认真问他说：“为什么电脑你不要啊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啊，我就还可以用啊。”然后什么？想说傻眼。所以如果我再送你电脑，你还是会再把它退回去。去年送过包包，然后今年又不知道你要送什么，想说没什么比钱更好用了。生日快乐！开心花，走走，出去逛街 ，Go！ 好，我进去。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是就全部人在定妆，因为他当兵，所以变同一个人吗？对，你修图很会修图，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？这哪是同一个人啊？有越来越像了，有像照片。没有感受到国外的阳光，好感动。我也很久没有来了，我现在好像是第一次。他们两个脸好像，你就很常出国。不是，但是澳洲啊，澳洲的有点感觉不太一样，跟我以前来的不一样。好兴奋哦！
哎呀，好冷哦。Good morning， 他睡着了。他为什么要一直这样？好好笑！啊，抓痒，他有啾啾哎，他是男生。该走了哦，旁边还有很多只。走了啦。今天怎么少女心喷发？啊，我就第一次近看到了，就有心酸。我要让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起的。你现在准备吃完了？好恐怖啊！我开箱子，你看起来很狼狈。好喝吗？其实很不错哎，很不错哎，你看看，因为我最近在国外买真奶珍珠都很难吃，所以需要它奶香很重，然后珍珠很 Q 弹，而且是鲜奶茶，就很爽。他刚刚讲说他高中月经才来，然后发育不慢，就很小哎，小葡萄，很沮丧，心急如焚，会不会一辈子就这样子？就是一点点，就是你那头刚发芽的时候，就只有那么一个小葡萄大小，跟你想象中的胸脯很大的落差。而且后来有后续看长，那可是长很多。还好啦，正常发挥，好险。我刚跟他说，等一下有时间可以喝一杯。他现在买了哪些酒药？不是叶片，可以等我叶片。对不起。珐琅初体验，他为了洗头花了。85块。I can't wash hair by yourself. Sorry, are you fine? Oh, good. Thank you. 反正国外就是没有纯洗头吹干，他们一定就是还有造型，所以呢，价钱就是偏贵。我们这一趟洗了将近1700块台币。这里感觉是很高级的吧？嗯。太温柔了，不舒服吗？因为台湾洗头比较用力。年轻了，气走了。他好好，他竟然来告诉我们说，教我怎么进去讲，只要洗就好，因为我的手臂受伤，没办法自己洗。那这样子也许就会比较便宜很多，就是只要洗跟吹干就好。因为我刚其实一直反复确认，他们就说他们没有这个服务，一定要 settle。但是是因为这边是比较闹区，所以他们也是的，没有办法只提供你洗的服务，对他们来说太亏了。没关系 ，I get a meal little， get a meal little， get a meal little。今天是，其实是第三天，但我们昨天很悲剧。反正我这次带来的记忆卡全部都出问题，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才临时去买了新的记忆卡。悲剧真的发生了，就是第一天拍的所有的素材全部都没有了，好难过啊！所以现在其实是我们的第三天，但你可能是你们看起来的第二天。前面是拍摄团队，等一下就是先上工工作一下。希望今天有很多休闲时间可以拍我们这里的东西。拍鸟。喵，今天是要做街访，然后工作的正式内容在璃月的频道，这样。璃有什么心愿？
我们里面正式内容在这，然后如果要看比较私下我们的生活的网站是这里。但是要跳舞这个只会带小提琴的人看得到的哦。还是你们晚上一起跳？来，上一次我这个手超级没办法跳的，然后他们一直鼓励我，我就好像什么生命斗士，你知道吗？旁边很多帅哥在看我，搞不好这样就有艳遇了。Hi。好啦 ，Good. I'm cooking, Mama. I'm good at cooking. 外国人刚看到这个卖相，可能就觉得，对，我觉得他们炸选应该要选这个，对不对？因为看起来比较牛奶的亲切。街访到现在感受如何？街访到现在呢，就会发现说，哦天哪，就是小时候英文应该要再学更多，因为有太多词你真的都不知道啊。但你英文蛮好的，还好啦，还行，上课。蛮好，不敢说自己到好，就是可以沟通。我们在街访的时候，就是外国人他说，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直接这样拍的话，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冒犯，比较容易冒犯到他们，他们觉得不礼貌。他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，是你们可能应该要问一下。那我们后来想想，的确也对，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那个风俗民情不一样嘛。对啊。我们可能太习惯，比如说像台湾新闻也都是会，就直接可能来问的。重点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要拍到那种反应，第一时间的反应。对，但我们忘记跟忽略说每一个国家不一样。有跟台湾说 ？Many times. Many times. Oh. 20 times. Really? I think I saw you. Oh, God, beautiful. I saw you at the police station. 警察。You were naughty. Bad boy.你竟然看见 Bad Boy， 谢谢。Thank you. 是有他的人进去 ，Have a good day。我一倒奶茶被偷就很不爽，因为就已经很受挫了，一直被拒绝，然后很受挫，没什么进展，我就好了，大喝一口奶茶，谢谢那个心里的那个不愉快。结果我奶茶呢，不见了，我的奶茶很满呢，还冰的，而且是鲜奶茶，而且是好喝的，一口都没有喝到。好难过呀！ We are filming a program on YouTube and we're gonna try different kind of Taiwan local drinks. And you choose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. Oh, sounds good. Okay. Okay. 你知道吗？他是我昨天的设计师，他昨天就是帮我用头发，很漂亮。太好了 ，Thank you. Have a good day. 来欢迎。好像交到朋友的感觉。踩到人家食物。交到朋友，但踩到人家午餐。今天找不到的，找到了。听说很好用，我喜欢这边购物。刚试了一下，看起来也很厉害的一个 foundation， 然后就一试，怎么没？已经最白色号了，比我的手黑一截，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，我刚买的粉底液最白会不会还是比我的本人黑一点？哦，惨了！哦，它好白哦，而且它好推哦。一滴推超开的，怎么办啊？好像都很好用啊，会不会买太多粉底液？如果以肤色来说，这个比较贴近我。我不应该找你走进药妆店啊？可以去结账了吗？可以。要换药，给 Vera 看，我在医院被换药的教学影片，就拿点钞来看。护士这刚开完刀，好恶心，这个伤口好可怕。我的淤青很扯吧？手指好像遇到这，啊，一路淤淤淤淤到这里，骨折了。放好热，锵锵耶！搭船车体验，好开心哦！哇，那边好漂亮，夕阳那边。
们下课，我们给他现金。You're laughing at me. Yeah, a little bit, a little bit. Am I funny? You're funny, you're funny. 我刚刚一个踉跄，然后摔倒在人家面前，看起来很厉害。我们是印度咖喱加卷饼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. Bye bye. Bye bye. 有亚洲区，因为我一直很想吃饺类。Vera 一直批评我说，谁会来澳洲吃水饺？我想吃煎饺。好的，我们买完食物回来了，来试试。好吃，不甜，干干，还有护肉饼。很好吃，我是点那个 chili cheese， 它就是有加那个辣辣的粉，很像七味粉。哎，那天我有个粉丝讲说，我的粉丝可以叫七味粉，我觉得很有创意，感觉就是有点小幽默，可以改一下。对，以后我的粉丝就叫七味粉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下面这个还是加 cheese， 好好吃，被粉丝解救的西班牙炖饭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很赞耶 ，good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哎，不是说买盐蒸这种吗？你要不要回台湾再买？哦，是吗？你没事干嘛增加行李重量？哦哦哦，也是。就是干嘛？为什么要放个铁板在家里啊？你懂不懂装饰啊？这可以放在家里，然后玩游戏输了你把东西丢掉。好开心！就算手断了，也不影响想跳舞的灵魂。你能不能骑啊？车子往前，他们已经都走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你要去哪里？真的爆炸无敌讨厌，讲话在那边很做作的。如果你跟他是朋友，我也不怕你跟他说。好，但我会告诉你原因。为什么在门？其他人就是没有进入状况，还都来。